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独立特派员，我是陈廷玉。节目一开始要带你来关心，随着科技的进步，保健食品和化妆保养品的成分也越来越新颖，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效是让人眼花缭乱。这些包装着美丽的广告外衣和动人文案的产品，真的有效吗？化妆品市场一年有接近200亿的商机，保健食品规模更大，一年高达1200亿。但是市场上充斥着厂商的宣传资讯，消费者掏了荷包，买的是广告还是产品？接下来我们要针对近年的几项明星产品，搭配专业人士的分析，带您一起了解产品的真实性。记者娄雅君、赖正元的报道。抗老产品真的能一夜抚平纹路吗？皱纹啊、毛孔啊，其实是很难一次就会有立即的变化，那也太神奇了哈。吃胶原蛋白就理所当然的增生皮肤的胶原蛋白吗？例如说，如果我这个地方在受伤，那我就会想启动胶原蛋白的合成。如果我现在身体根本就没有受伤，那其实它会不会合成，除了你原料足不足够以外，还有一个关键是有没有一个讯号启动。各式各样的商品靠的是产品力还是消费者的迷思与想象力？台湾的夏季越来越热，阳光也越来越漂悍，这个季节少不了各式各样的防晒品。这些标示着不同数字的产品到底能防什么？防晒乳里面到底有多少有效成分，其实那个是机器可以验证出来的，但是一般消费者没有机会去验证测试送检，然后你也不会知道结果。按照台湾法规，防晒乳属于防晒化妆品，和一般美白抗老化妆品不同，必须有明确的标示。唯一一种化妆品是官方要求要说功效到底到什么程度的，就是防晒。我们随机找来市面上的产品进行测试，将防晒乳均匀地涂抹在标准测试片上进行检测。UVB 这边的防护力是高的，那其实我们更重视的是，因为我们亚洲人怕晒黑晒老，晒黑晒老比较有关系的是 UVA 的部分 ，UVA 就是剩下这一节，啊，剩下这一节，所以一个好的产品呢，应该不是只有高 SPF， 而是你 PA 加这一块。也是很重要，两边要平衡哈。那临界波长368.75还是略低于我们期待的370这样子。好，370的话呢，才代表它 UVB 跟 A 是很均衡的这样。按照台湾的标示法，看不出产品的临界波长是否合格。徐兆成建议 SPF 30搭配 PA 三个加，50的话要搭配四个加，才有均衡的防晒效果。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台湾的防晒产品只需要经过仪器检测，跟其他国家需要通过人体试验的规定不同。你晒伤其实是皮肤的细胞发炎的一个反应。那晒黑的话是光线造成黑色素的生成，好，那这种细胞的反应生理的一个变化，当然不是一个塑胶片会发生的。台湾化妆品一年有将近200亿的市场，几乎由厂商一手主导，民众长期以来只能获得片面的资讯来做决定。从隔离霜到 BB 霜，我们 CC 霜，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并没有所谓真的隔离的功能。它如果有防晒系数，它其实就是防晒的功能。但是以前我们所接受到的是，哦，你要上一层隔离霜才可以把什么脏空气隔在外面。后来发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几年有个网站将这些复杂难懂的知识以生动活泼的笔调传递给消费者，并接受网友提问。多数的民众对这件事情是有兴趣的。那这部分的迷思其实也非常多，因为我会发现，当一个领域的知识，它的利益特别庞大的时候，你就越不容易找到公共性的内容。这个东西是当初就是有些网友就是寄信来给我们了，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怎么这么神奇，非常想买。那时候就看到他们贴了一个国外的影片，那其实一看就知道大概发生什么事情了。
号称两分钟消眼袋，产品宣称由干细胞生长因子，让心动的消费者脑波顿时衰弱，荷包打开。买来产品实际测试，未经过剪接手法，果然看到和影片上一样的效果。在仪器上测试，对照前后差异，皱纹和眼袋的确减少许多。真的有如此神效的产品吗？就是细酸钠、细酸镁铝这样子的成分，它是个大分子的物质，当它干掉的时候都会有内聚力。这件事情大家可能讲的时候不是很容易想象，事实上你如果打一颗蛋，你把蛋白磨在脸上，你就有那种紧绷的感觉，缩起来的感觉。破除医美迷思的网站很快的就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转载，因为现在资讯太多了，然后再加上那些就是所谓的农场文，就是有内容，但其实没有太有根基的东西太多了。你要怎么样去判别这篇文章读起来是有可信度的，就变得相对很重要。会被误导应该是就是比较片面的说辞，就是你有了正确观念之后，你就会知道，并不是擦单一产品就可以改善你所有的皮肤问题，而是很多很微小的习惯，其实都对你的皮肤有很关键的影响。忙碌的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养生。保健食品推陈出新，满足消费者对健康的想象。最常问的就是低基金，最近各个品牌的低基金很多，然后加上那些明星啊，那些产后的有没有就会出来广告，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就是健康，或是会非常的营养。担任营养师的吕孟凡最常被民众问的问题就是可以吃哪些保健食品。强调萃取鸡汁精华的商品，真实的营养成分恐怕会让人感到失望。低基精跟一般基精的差异性，就是蛋白质差一点点。像那个最普通那种玻璃罐的，它一罐大概是4公克的氨基酸，就是4公克蛋白质。低基精的话，其实算起来差不多，看过最多的好像是7或8公克这样子。那这个量其实你吃鸡肉吃大概2到3只手指头就达到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的联想力恐怕远超过它真正的价值。这些热门产品真的能像广告说的带来健康和美丽吗？那吸收完之后它要到组织去通过血流的运送，那接下来它即使到了那个地方，它要不要在那边启动胶原蛋白的合成呢？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例如说如果我这个地方在受伤，那我就会想启动胶原蛋白的合成。如果我现在身体根本就没有受伤，那其实它会不会合成，除了你原料足不足够以外，还有一个关键是有没有一个讯号启动。一年高达1200亿的商机，民众所认知的保健食品，其实在法规里头并不存在这个名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所以它这个法规定义里面的名词就是食品。那另外一个的话，一般可能会有像小绿人标章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有一些保健效能的，它这个我们称它为叫做健康食品，它必须要做相关的一些实证的一些依据，要有一些动物实验啦，还有一些毒性试验啦。翻开家中的保健食品包装上印制的大部分是食品两个字，只有经过科学实验证明确实有功效的才能被称为健康食品，并印有小绿人标章及专属编号。根据规定，食品不能宣称疗效，但是进入拍卖网站一看，光怪陆离的新产品和广告，甚至夸大具有抗癌效果。我们每天都会有专人在网络上面，或是杂志、平面媒体，或者是说在电视去做我的网络的监控。那如果发现了一些违规，可能疑似违规的一些产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一下它的字句内容是不是不符合现在的法规。那不管是食品啊，还是化妆品的部分，如果发现可能疑似违规的，我们就会做录案的办理。那录案之后，我们就会请那个广告的伪刊者或是脱播者来做说明。拍摄精美的产品搭配主持人三寸不烂之舌，再加上代言人的一搭一唱，电视购物频道也是广告违规的大宗。有人感冒喝2天药就好，有人感冒要2个礼拜才会好。他这个真的4包到5包就好了。第二
天真的就好很多。不吃药了。对，我不吃药的人，所以我很谢谢。这很明确就违规了啦。这样讲就已经违规了。因为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就是如果说它的产品里面它有提到说它有一定的效能，比如说让感冒可以赶快好，或者说感冒吃了几包之后赶快马上就痊愈了等等，这样的字句涉及到疗效的部分的话，当然是一定是不行。广告违规的情况屡见不鲜，以105年台北市卫生局裁罚为例，化妆品最多裁罚金额2592万，食品其次2050万，依旧难以遏制广告不实的情况。吃完之后原本昏迷8天，给他测2盎司之后就行了，这就是网络上面的东西。那你看，就是爸爸76岁了，就相信这样的话术。通常都是有一个产品推出的时候，很多民众会去 Google 这些内容。那当我们例如说找到最近什么主题非常红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写对这个主题去做研究。那要证明这个事情有效或没效，其实往往需要查好几十篇文献。柳林伟和合作的营养师吕梦凡共同选出热门的保健食品，厘清常见的迷思。姜黄素，那姜黄素是已经科学研究证实，真的营养，真的代谢肝毒，真的抗癌抗老化的。吃的话，它的生物利用率其实不是很高，对，所以实际上你要吃到那个有效剂量的话，大概要吃非常非常多的。如果你是吃姜黄粉，你可能要吃到非常大的量才会有那个作用。对，那如果你是吃已经做好的补充品定剂的话，哎，那要考虑它的产品的品质，对，跟安全性。这些当红的商品总是宣称由科学佐证，但是一般民众甚至是医护人员，如果没有阅读相关文献，也难以分辨。还要看它是细胞研究还是动物研究还是人体试验，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用细胞实验去解释这个东西有效是完全不行的。这个有效不代表你推到人身上就有效。那动物实验也是啊，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前驱的实验，一样啊，动物跟人毕竟还是不一样的。每篇文章都查询过数十篇的文献，再将内容以白话文的方式呈现给一般民众。它是个服务，它透过它原有的知识，然后提供的服务，它应该要有价，而且可能应该要是个高价。但是我们会希望知识这一件事情本身，它趋近于免费，因为让更多人取得正确的知识。然后在日常生活中做正确运用，这个知识才有存在的意义。网站目前走向订阅集资的模式，订阅者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内容。基于公共知识库的理念，网站负责人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将文章公开给大众阅读。充满商业利益的市场，消费者需要正确的知识和资讯，才能拿回选择的主导权。年轻、健康、美丽是每个人的渴望，不过理想与现实间的期待落差是美容保健产品商机大但纠纷也特别多的原因。面对年年推陈出新的美容保健产品，购买前不妨多参考专业意见，同时评估自己的消费能力与期待值，才能找到真正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现在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